楚九龄，你回来了。是，我是君九龄。您的方子开好了。 从来没有入过大人的梦吧？你到底是谁？大人，明日就是大限之日了，引火用的油脂木头也都已经备好了。下去吧。 陆大人，楚九龄，你回来了。我不知道陆大人在说什么。你当然知道。你相信魂魄转世吗？我不信。我信。你就知道。我是君九龄。楚九龄，你为什么不肯承认你的身份？ 我不知道陆大人何意。我的意思你早就应该明白。你还活着，对不对？陆大人玩忽职守，就不怕陛下治你的罪吗？重要吗？啊！我在乎的只有你。你在乎谁跟我没关系。你要找的人也不是我。我现在在监狱，烦请陆大人不要妨碍我。主簪是不是交过你九龄？在他昏迷的时候。 你是不是答应了？看来大人不仅不务正业，还喜欢连亏必听啊！是啊，我是答应了。他叫的就是我。就算他叫的不是我，他为百姓冒死失斗，我情急之下应一声，又有什么不可能？你千里迢迢来到京城开设九龄堂，我几次威逼你改名字，你不肯改，还有你的药房。 你的字跟他一模一样。上次我在怀王府，你看起来比九黎公主还要担心。你能不能不要再演了？我不想再猜了。陆大人，这一切都是你妄想的推测而已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我做任何事情不需要跟你解释。你可以骗过别人，但你骗不了我。那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？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。 我知道他是你心中的执念，但他已经走了。就算他在世，也不希望看到你对我这样吧，陆大人。面对现实吧。